贝塔是定制的，而且不复刻。他们家每家的这种马萨奇都只有一个，我这个可以出国，每个都不一样，很漂亮。我就喜欢这种不做量的啊！你真的能从这些，你真的能从这些匠人里体会到他们的匠心，很漂亮，每个都不一样，绝不做一样。而且你知道，就是贵族级的朋友吧，就是他们的老板也是很冷。哎，这个特别漂亮，喜欢这样的设计师品牌，不是那些 low 货 copy 可以比的。你让我个人来选，我自己喜欢这个，因为它手柄特别特别，你看每一个都不一样，看到吗？然后这个小的这个特别精致，每一个你看它手柄，它的设计全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说不得老竹编，不卖，老板不卖。老竹编的箱子好漂亮，老板不卖的，只做陈列。看到没有，什么东西都是老的贵，老银、老竹编、老的香云纱、香云缎。
什么老东西？